回顾美国网购市场，从2003年的1000万市场规模一路经历爆炸式增长。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直到2023年，美国电子商务销售额已经正式突破1兆美元大关，并占总零售额的 22.6%， 成为美国零售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又以许氏购物网知名度始终名列前茅，同时也是美国华人自营、自产、自销花旗参最大的网购平台。我们就原本是这样子的作业，把美国种的花旗参透过贸易合法的方式进到中国，然后再由中国帮我们做这个包装，跟符合国内规定的这一些法规的这个包装，然后卖给这个国内的消费者，或者是在美国，或者是甚至全球的华人有这个需求的，都可以透过我们这样子的跨境的服务的方式来 fulfill 他们的这个需求那这个是我们当时一开始服务的跟启动的一个动机这样子。我们有这种 entrepreneurial spirit， 客人的要求如果是合理的要求，我们去做。产品找到很好或者很有用或者 quality 非常好，我们去找拿进来帮我们的客人卖出去。就是做这种行业，然后就可以发展。回顾全球网购兴起，可以追溯到1999年，中国第一个电子商务平台8848电子商务开创中国网购先河。当时许氏生业集团也敏锐地意识到上网消费的巨大潜力，并很快建立起电子商务平台许氏购物网，快速整合集团旗下1000多项优质产品。我还记得当时96年呢，是跟这个新浪，当时新浪的前身还不叫新浪，是叫华渊，所以当时跟他们的董事长江丰年呢签了合作协议，进了新浪的 Mall 然后之后97年，我们才开始组那一个网站的。那当然，这整个shift 都是从这个传统的报纸媒体开始，然后呢因为新的形态，购物网络的形态进到网络的时候呢，由新浪带起了这个浪潮，那我们就趁势就进到了网络的这一个氛围里面去，这样子一直到现在。所以我们开始从1994年以后，我们许氏都有网站。开始的时候，网站就是很简单的方式，就是像广告一样，给你的 email address 电话号码，所以你就是联系方式而已。OK，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你看只有3-4年，可是差很远。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 Amazon 有做天猫有做，京东以前有做，我们自己的网站，美国的都有，就是许氏生业集团都是在网站做零售的。许氏购物网也在发展历程中，一肩扛起了安全网购与教育和协助消费者的重要使命。一方面严选高质量商品，确保各大知名品牌都能提供详尽的商品资讯，另外也不断扩大各种便捷服务，包括建立多元化的支付方式、快速到货的配送以及完善的售后服务等。但是实际上很多客人还没有准备好是做网络的购物，所以我们花了一段时间去教育客人去让客人熟悉网络行销的这件事情。因为你有很多问题，像说你有没有信用卡，你有没有这个信任度的问题啦，
但这段时间花了很长的时间，我们用各种这个促销的模式呢，将我们原本电话的客人呢，把它转化成网络的客人。所以从过去97年的零一直网络跟这个行路我们做了大概50-50的这一个比例啊，坚持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然后呢，真的是那个浪潮把网络的这一个销售推上去之后呢，我们才有现在差不多70%甚至到80%的销售呢是从网络这个平台来。此外，发展超过27年的许氏购物网还一心回馈忠实客户，不止持续扩大上万产品种类，包括严选保健食品、美容保养品、生活用品、3C 家电等，打造可一站购足的优质购物平台。另外，也有经常性的优惠活动，让消费者能以超值价格获得优质商品。加上美中跨境仓服务，更方便消费者在美国下单，商品即可从中国海外仓直送到亚洲亲友的家中，直接免除关税及代办进口手续费用等多种烦恼。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客户的回购从2年一次、1年一次到变成3个月一次。那这个是我们其实最终我们想要的不是跟客户的这个销售，而是我们跟客户的这种关系。那这种关系就会让我们在客户的这种关系上，在销售的产品上有一个 royalty 的一个binding 那这个 binding 是我们一个企业我们看上长久的一个长青的一个利基点也是我们去努力的地方。这样子有一些好处，就是你可以用刷卡，你可以马上发，你可以马上收到订单，你可以会计或者1-3天以内就收到包裹。以前你用价目表或者简单的网站去做，你还是需要等可能2个礼拜现在发展很快。许氏全球购丰富的跨国经验，甚至还获得美国政府部门与国会参众议员的高度重视，经常专程前来请益总裁许恩伟进行专业咨询。参议员、众议员都来找他，在看他的意见啊，跟中国的关系啊、贸易关系啊，什么东西都来找他。他们都老实讲，他们都在用电话还是实地来找他，跟他谈吃饭，谈他的意见，对于好像现在世界的局势、中美关系啊、经济关系啊、那个事业关系各方面，来谈找他谈，看他意见怎么样。许氏购物网更持续优化网购服务内容，开放倾听众多消费者对于优质、养生以及增强身体抵抗力的强烈需求，重新整合并推出名为“月购日”。个性化推荐的专业服务连续做了好几年非常成功的这个是每个月的11号都有11%的这个月购日。那这一个月购日就造成我们客户每一次都可以在这个月购日呢，等于是我们把这个好处跟我们许氏的客户来分享。且肯定许氏购物网数十年来不间断地提供优质产品和售后服务，来自各界的重要贵宾也纷纷为许氏50周年献上祝福。我在这边呢祝福许氏深业今年刚好是2024年龙年嘛，荣华富贵，生意兴隆。We just would like to wish Sue's Ginseng a happy 50th anniversary. They have been around obviously for 50 years then, helping to bring jobs to the economy. And also they're one of our largest producers, so they help to make a big impact in our production volume. So first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Sue's Ginseng on marking 50 years in operation and business. And then I'd also like to say that we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work with not only Sue's Ginseng,but the Ginseng Board of Wisconsin, all growers, producers, and dealers on continuing to make the ginseng industry a strong and productive one for future generations into the next 50 years.
看好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习惯于使用线上多语言与多付款方式的成熟技术，而持续扩大海外网购的消费新趋势。许氏购物网也将持续领航，用最好的产品与最热情的服务，来为每一笔线上跨境消费带来有温度的人情味。